离重复的过失，听听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说佛语离重复呢？注意，有时注意听哦，现在不要困，要注意听。有时看似用众多的文词表达同一个内涵，但是没有重复的过失，因为有时字虽然相近，意义却不尽相同。有时是为了令散乱者也能听到法义。哎呀，所以刚才有人睡了，现在再说一遍，离重复。有时是为了令听者能够区分其中的差别，再有时是为了令顿根者再证得法义，便能不忘。悲心吧，有时为了让听者能证得同一句话包含众多内涵，一句话有众多的内涵。有时为了令听者了解经中所用的这些文词的内涵。有时为了随顺其他说法师的语言用法。有时为了表示自己具足无碍解。有时为了让听者也能种下获得无碍解的种子。总之，有种种不同的利益听者的目的，故名离重复过失。Thank you.